水彩的部分还有书法，那又跟我们彰化市立的图书馆呢建立了一个美丽的桥梁哦。我哈，谢谢我的主任，数学的主任，谢谢。因为他们非常的开心，大家知道吗？他们为了这个展览准备了多久？如果有人答对的话，等一下送奖品，等一下送奖品哦。好，你们猜一下，为了这一场展览，他们准备了多久？啊，有没有人？三年哦。三年。对，啊，这个哈，这个我是。三十年。这个，那应该是打从娘胎就是了吧？等一下呢，我们有一段诗跟画的对话，那我要邀请我们可汗。我的一个非常亲爱的同事，然后来跟各位朗诵诗跟画。卑微如青苔，庄严如晨曦，柔如江南的水深，坚如千年的盘玉。举目时它是皓皓明月，垂首时它是茫茫大地。我的书体啊，都很喜欢做一个尝试啊，所以我也建议写书，如果有兴趣要写字的人哦，他可以找一个喜欢的，然后你就开始进去写，写完以后你就觉得啊，这个字我觉得有点比较不太想写，那你可以变化一下字体。这个可以说可以融在一起，是不会混淆的。那再来要告诉各位一件事情，就是说，当一个人在专注某一个事情的时候，你在专注而且又喜欢，你绝对会有很多的快乐。为了展现自己内心自己父母给你最好的那个天分，把它充分的展现出来。当然您的话我实在也看得很感动哦。昨天我稍微因为我看画速度非常快，大概一看就知道这个是非常有价值的，非常有自己的独特性。艺术，艺术梦想，艺术是三行字，一定要有自己的独特。艺术画面嘛，我主要讲的拍摄，我讲啊，草笔工，其实比流体、比那个圆体还伟大。你自己的独特性，真的是自己的独特性。请问全球找得到这样的独特吗？没有，绝对找不到。啊，画一样，那又有时代性。如果我再讲一个故事，毕卡索遇到张大千非常兴奋，哇，这个毕卡索来看到我的画，他非常兴奋，牵着他的手，赶快来看我的画。然后毕卡索看了老半天，说：“你的画在哪里？我没有看到你的画，这都是你祖先画的画，这是你祖先画的，这没有走出他的当代时代性嘛？为什么有长意？”同样来自于中国的长艺，没有大家知道长艺吗？长艺赚了几百亿在台湾呢、啊。为什么长艺就是走出它的时代性？很高兴三个兄妹，我完全展现自己的风格。今天很高兴，今天我们在图书馆艺文展览室的空间里面呢，有三位艺术家联展。分别是我们的蔡素娥、蔡建国以及蔡素琴，他们三位是姐弟，那他们有不同的专长。素娥专长的是西画写实，建国呢是书法，那个素琴呢，他是水彩写生。那他们三位姐弟在不同的领域工作，但是他们都同样的喜欢艺术哈。那他们在现实生活当中也都非常的有成就。这个展期从9月1号到9月25号，邀请各位好朋友一起来观赏我们这个很特别的一个联展哦。那我想要跟大家说的是，我在跟素娥在谈天的过程当中，他觉得这一次的联展对他的人生非常的有意义，因为三个姐弟可以同时联展，而且
他们今天有来自各地不同的朋友来，他觉得这是一场人生非常不一样的聚会哈。那这个内心的一个不同的世界呢，跟大家分享，邀请大家一起来感受，谢谢。有这个做妈妈的一种阻碍，迄种面容哈。啊，看到这个孙啊，拄啊出世无偌久，安尼抱起来吼，啊，伫迄个阳光对后壁安尼照入来吼，啊，感觉这个画面足温暖的，啊，足有一种幸福的感觉。介绍一下，嘿，这是妈妈。妈妈，我来，平常生。